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不要过来！这就是他们要找的韩家药方。黑狐狸果然是黑狐狸，那日你去韩家定也是为了药方吧？你想找断魂门线索的话，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你若是发出消息告诉他们你找到了韩普和药方，你不用找他们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知道。只是你若这么做，也必定会让你身处险境。不劳烦你了。